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32面，从第二段看起，诸大乘者啊，从这看起，诸大乘者，《法华经》譬喻品曰：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智性之见，令无所谓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一切，度脱一切，是名大乘。前面呢，我们学习到此地，这一品经末后一段着重在诸大乘者，也就是他不是专修净土法门，修学一切大乘法。临命终时，他希望往生净土，可以将他修学的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够往生。那么先说哪些是大乘，《法华经》譬喻品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这个佛世尊就是指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听佛讲大乘佛法，听了之后呢，能相信，能接受，你看信受，又能行，勤修精进，这是行，求一切智。这一位诸大乘者方向目标非常正确，学佛不是求升官发财，不是求人天福报，而是求一切智，求佛智、自然智、无私智，通通是讲的智慧。如来之见，列无所谓。法华经上所说的佛知佛见，佛有智慧，他所知道的，他所见到的，决定是真实不虚，也就是见到一切诸法的真相，佛有舍利，有四种无为，这是说佛的德能，合起来讲呢，如来的智慧德相，求的是这个。明念安乐无量众生，如来成就智慧德相，所起的作用就是
度化众生。啊，所以这里说了，悯念，悯是怜悯，众生本来是佛。啊，但是现在他迷了本性，他变成凡夫了。虽变成凡夫，他的佛性没有失掉啊，他还是有佛性的，只是迷而不觉。什么时候觉悟了，什么时候他就成佛了。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一切众生是讲六道众生，十法界的众生啊，都是佛了，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跟阿弥陀佛也没有两样啊。所以学佛目的呢，就是成佛啊，就是把如来智慧德相找回来啊。佛告诉我们，众生的迷是因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就迷了，分别执着呢就造业了啊。业有善恶，善业呢叫感三善道，六道里头的恶业呢一定感三恶道，所以生生世世啊不能够超越啊。我们今天的现状如是啊，佛看得清楚，所以佛怜悯这些众生，念念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帮助众生断烦恼成佛道啊，利益天人，度脱一切，这叫大乘啊。又十二门论云，摩诃言乘，摩诃言是梵语音译，翻成中国意思就叫大乘啊。摩诃言就是大乘，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这个二乘就是声闻、阿罗汉、啊辟支佛，比他们高。啊，这两种称之为小乘，或者呢，声闻乘、缘觉乘，把它称为二乘。啊。菩萨是大乘，比他们高啊，所以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诸佛最大是乘能止啊，这个大乘呢能够到达成佛的境界啊，所以称之为大乘。诸佛大人成是圣前面这个成是动词，我们成却
后面这个乘呢是车的名字，是名词啊，也就是诸佛大人他们乘坐这个大乘车啊，这是比喻，故名为大啊，乘大乘才能够乘佛道啊，乘小乘只能到达阿罗汉啊，乘中乘只能到达辟支佛啊，所以不能到达佛境界啊，这个佛经上讲的三乘或者是二乘啊，是这么个意思。又能呢灭除众生大苦，众生的大苦就是六道轮回，特别是三途地狱啊，地狱是最苦啊，啊，地狱有没有呢？真有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最近一些同修啊，看到唐太宗在深圳附体透了一些信息，他从地狱出来告诉大家了，地狱是真的。有人说现在很多人不相信有地狱，你看他的表情啊，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真的是毛骨悚然，那不是一个人能表演得出来的。他说他入过地狱，他知道地狱苦啊，啊，苦到什么程度？他说：“你们最好不要问，太苦了，太凄惨了，啊，无法形容啊，地狱之多，不可计量。我们修学大乘的人知道，地狱真的那么多吗？真的有，为什么？”一念恶就陷一个地狱，所以六道轮回天堂跟地狱是人心变现出来的，你不造地狱的业，地狱在你面前你看不见，啊，所以地狱不是上帝造的，不是阎罗王造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是你自己极重罪业变现出来的，就像我们人晚上做梦一样，梦没有人制造啊，这个我们能理解啊，梦是自己，所以现在人所谓的下意识所变现的啊，六道轮回三途地狱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是我们不善的心行啊，行为心是念头，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自然变现出来。那么由此可知，上善这极乐世界，上恶最严重的敌
这个地狱，无间地狱。啊，阿鼻地狱啊，这是极重的这个地狱，全都是自作自受，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如果怨天尤人，那是罪上再加罪。啊，苦中在加苦啊！啊，这些道理我们懂啊。佛在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么今天有一些科学家，他们明白。啊，他们证实佛在经典里面讲的许多东西，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众生最大的苦啊，是轮回。啊，轮回是怎么造成的？迷惑颠倒。啊，造作恶业所感得的，啊，佛看到众生受这么大的苦报，来帮助他灭除大苦，也就是帮助他了。脱离六道轮回，这是怜悯众生苦，帮助他拔苦。下面呢，与大利益事啊，与是给他给予啊，就是布施的意思。大利益是什么？大利益是成佛。怎么个成佛法？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这就是与一切众生大利益事啊！遍法界虚空界，堕落在六道轮回这些苦难众生，怎样才能回头？怎样才能脱离苦海？怎样才能够在一生当中回归自信？啊，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极乐世界就帮了大忙。如果不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事情一生一世是决定解决不了的。为什么？烦恼难断呐！啊，六道里面最严重的烦恼情执，能断得了吗？如果断不了，那就是地狱里面的根啊，你的地狱根没拔掉啊。遇到缘了，这个地狱苦报你不能不受。啊，分别是四圣法界的
正因，你有分别，你超不了十法界；你有情执，你超不了六道轮回。啊，偏偏这两样东西，众生真难断呐！世尊49年教学，千言万语，啊，把这桩事情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立根的人听到之后，他能觉悟，他就能回头。上中下根不行啊，他知不知道？知道。虽知道啊，回不了头。这怎么办？诸佛如来，他们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那我们就明白了。这些人包括化身菩萨，因为他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从来不起心不动念的，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不可能有分别之处。所以诸佛如来度众生，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这个事我们要明了啊，不是佛不慈悲也，佛不起心动念。啊，难得，难得在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啊，出家那个时候，啊，他出家的法号叫法藏比丘，没证过位啊。这个时候发了大心，发了大慈悲心呢，就是48愿。48愿是在因中发的，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发的，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没有愿了，啊，回归自信了，最难得在这个时候。愿愿都是想帮助六道苦难众生离苦得乐，愿发了之后无界修行啊，这么长的时间，每一愿都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自自然然感应变现出极乐世界啊，这个极乐世界是法藏比丘以信德修成。他为谁修的呢？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六道苦难众生而修成功的。
啊，所以极乐世界一切绝对没有人去设计，啊，没有人去制造，没有。啊，所有的一切统统是自然变现的，自然成就的。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跟众生造作罪业变现出的地狱是一样，地狱是个苦报，西方世界是个乐报，啊，全是从自信里头演变出来的。啊，我们是看看这个前面读过四十八愿，确实弥陀不发这些愿我们想不出来呀，他怎么会想得那么周到啊？啊，那我们纵然是想到了，不完全，挂一漏万，而且纵然想到了，没有认真去修行，这个愿是个空愿，不能兑现的。法藏比丘有行动啊，真干了啊，所以愿愿都是自然显现。啊，法藏有能力造西方极乐世界，六道众生有能力制造天堂跟地狱。啊，我们想想，六道众生能够建造天堂地狱，阿弥陀佛建极乐世界，我们就能相信。啊，所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也不是人制造的。啊，你看跟极乐世界很相似啊，一个是纯净纯善，一个真是纯然纯悟，两个极端。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信心就生下来了，我们的疑惑就断除了，断疑生信。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幸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现在虽然不在世间，他的遗教还留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世尊的法运12000年。啊，佛家讲法运，我们现在世间一般人讲影响。啊，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影响在这个世间12000年。啊，那么佛距离我们啊，佛过世距离我们现在3038年。啊，往后还有900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有缘的众生遇到佛的经典，能信能且能够依教奉行，都能够得利益。得什么利益呢？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一生成就无上的佛果，这是大利事啊。故名为大。又以此成呢，能尽一切诸法边地，故名为大。此成是大成啊，大成这一门学问，能尽一切法边地。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物理的去向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宏观宇宙，那就是讲的边，这个边就是宏观宇宙啊。底呢，底是微观世界啊，量子力学。我们看这句经文啊，大乘能尽一切诸法的边缘，能尽一切诸法的微观，边缘无限大了。微观是无限小啊，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这是一切诸法的边。小而无尽，没有底呀，小而无底，这是微观宇宙，今天称为量子力学。大乘能尽，现在科学已经达到边底，但是不能够尽。已经达到了最小的物质已经找到了，就是量子，小光子，也叫中微子为什么说没尽呢？佛经里面讲，这么小的一个物质，它里面有世界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没缩小，这个小量子没有放大，里头居然有世界。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普贤菩萨，他能够进入微观世界里面去参学那个里面有十方诸佛菩萨到那个里面去供佛闻法这个现在科学没发现，科学只发现这个小的物质，
这个小的物质里面还有这么多东西没发现。啊，那么研究宏观宇宙的，对一切诸法的边，他看到了，但是也没见。啊，科学的报告，我们看了。啊，科学家说，他们观察到宇宙边缘，而实际上只能看到全宇宙 10%。啊，宇宙的边缘只能看到 10%。还有90%的宇宙不见了。啊，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所以他们有见。啊，大乘见。啊，大乘知道那90%的宇宙到哪里去了，回归自性了。凡是回归自性就看不见了。啊，为什么？自性里头没有现象。科学的研究必须要有对象，没有对象它就一点办法没有。啊，所以自性。净土里面讲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它不是物质现象。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没办法接触到的，它不是心理现象，我们的第六意识圆不到。啊，第六意识要有对象，啊，有精神现象，第六意识能圆的，它不是的。啊，它不是精神现象，第六意识圆不到，它也不是自然现象，连阿赖耶也圆不到。啊，但是大乘，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全都圆到。所以大乘能尽呢，这个尽这一个字可了不得了。啊，超越了科学，超越了哲学。啊，换一句话说，今天科学跟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用大乘就解决了。边底就解决了。故名为大啊，这是十二门论里面为大乘呢简单讲了个定义，有宝积经第28说诸佛如来真正正觉。正觉上面加了一个正正，正是不邪啊，不偏不邪，真是不假了，决定不是假的，决定不是虚，虚而不实的啊，这真正啊，正确。那么由此可知，佛经上所说的无上正等正确，
这是真正之法，这不是虚妄的，这个东西不是假的。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其他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为什么？其他一切法都会变，都有变化，唯有无上正等正觉，永恒不变啊。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每一个众生的自信。在佛法里面呢，称它为佛，自信佛，称它为阿弥陀佛，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阿弥陀佛，这个要知道。我们要学佛，目的想成佛，成什么佛呢？成阿弥陀佛。所以这是一门教育，究竟圆满的教育。教我们永远离苦得乐，教我们永远破迷开悟啊！悟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迷是自性里头本来无的。起心论里头说得好啊，本来没有的当然可以断掉，本来有的当然可以恢复。你本来有吗？只要把障碍放下，你就圆满了。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要放下。能够当下放下的这个人，在佛法里叫上上根人，还在大乘之上。称他为上上乘人。他能够听到之后立刻就放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个示范。30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入定。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这就成佛了。在中国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在半夜三更，祖师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放下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五祖的衣钵传给他。慧能那个时候24岁，
这在佛法里称为上上根人。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在之前，没有读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在黄梅祖师道场住了八个月，也没有进过禅堂。换一句话说，解门跟行门他都没有沾到边呢。啊，听祖师讲金刚经，金刚经没讲完呢，大概只讲到四分之一，我们想肯定是讲大意，他就明白了，他就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啊，慧能大师放下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境界完全相同。我们能不能信呢？早年有怀疑啊，现在在大乘熏习了60年，不怀疑了。为什么？理搞清楚了，啊，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稀奇事情。一切众生，人人皆有，故故不无啊！只是要你肯放下了，你跟慧能、跟释迦没有两样啊！你为什么不放下呢？放下就证得大圆满，放下就证得大自在。啊，何必还是要贪念呢？这个桩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难。啊，这难的原因是什么？难的原因呢？前面我们读过啊，总在信心上出了问题。信不过我，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做到了。啊，这信心不足怎么办？我们就得想到了，世尊在世为什么讲经说法49年？讲经说法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信心不足，唯有
读诵、听教啊，读诵听教，人人根性不相同。啊，最好的方法，别听乱了，别听太多。啊，为什么呢？那对你断疑生信啊，会产生障碍。啊，最好的方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世尊当年在世的弟子，几乎绝大部分应该是说十之八九都是用这个方法证果的。这要细心去体会啊。那请就听一部经。一部经世尊在世，他不是讲一部经啊，哪有听一部经听完之后他就能背出来？不可能的事情啊！啊，不过我们能想得到，世尊的弟子听世尊说法。肯定是像《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说的这三个原则，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用这个方法听经就对了。为什么听经呢？可以得三昧，可以大彻大悟。啊，世尊为神加持你啊，世尊许多弟子古佛再来化身大师再来，这些人会帮助你容易成就。那佛灭度之后，佛不在世了，我们就要记住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啊，为什么呢？大乘修学总纲领，不除戒定慧三学。戒是什么？守规矩。啊，因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得先得定啊，你才能开悟。啊，先学修得定，定必须要专一，所以念佛这个法门，佛在大集经上说，持名念佛是无上深妙禅，可惜没人懂得。
果然念到一心不乱，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叫不乱。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就得定了啊。这个定叫做念佛三昧。经中称之为一心不乱，你得到一心不乱了。继续努力，一点都不能放松。快的两三年，慢的五六年就开悟了啊。这一开悟呢，就叫做理一心不乱，跟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阶级，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境界啊。恭喜你，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那都是我们一生当中可以争取到的啊！记住，就是在放下。